Vale, o sea. Un jump ahead of you. 没有躲掉他那个晕，有点扯。因为他是一个强二等啊，不会让 CS 应该不会高啊，因为他这样子很多兵。他 CS 8只，我3只，所以我这里要吃到5只，5只不难，这里大概有个。大概有个，好吧，我只差2只，非常悲剧啊！我感觉也没碰到。 奇怪，我不是一闪吗？为什么没有闪过去？啊，饿了，等一下先回补，他没闪。我刚刚是一闪啊，不知道是系统判定怎么样，他没有一过去，他没有闪过去。那没有这个一的伤害，我觉得打不赢他，所以我就直接往后退。因为我看到李信过来了。 对，已经帮我把兵推一推以后，可以有一个比较灵活的时间。现在要去干嘛呢？啊，这上路。Wanna see a trick? 毒女冲塔，送头 ，AD 也冲塔，送头。我跟各位讲过啊，那个 jungle 跟那个 jungle 这是第一点，第一点已经引爆了，各位，第一点已经引爆了。好，第一点已经引爆了。 操，确定要那么压？你要知道，做人要给他3分薄面啊！你不给我活路，我也不会给你活路啊！给点面子，大家日后好相见啊！哎，重点是他现在没有闪啊，他现在很危险。操他的，又被 Q 到。 他在等我一，我才不一嘞。 21，现在是31。OK，他救我。They will catch me.
Won't get by him.啊！太晕了。啊，又被李欣吃到一波兵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他没有蓝，我觉得他会输啊。他正好最后喷了我一发、啊，没关系，他没有蓝的，赶快帮我拿蓝，垃圾。哎，感觉够啊！最后浪费一个闪现啊，太可惜了。Land ho！ 现在也被喷到、哦，我已经特别往右边靠了。没关系啊，他现在这个喷对我来说伤害。火起来！No fear. One jump ahead of you. Come on, Red.You have slain an enemy.八滴，啊！不要晕到，他竟然没有丢晕，我忘了他没有丢晕的。
啊，不，不是。啊，原来他没开大，找到就不，找到不过，啊，没注意，其他有大家不会死啊，我太早出去了。这也是低能儿啊！你干嘛讲？有病哦！这本来就是我没注意到，那也没办法，你没注意到还是要认啊。他们知道，原来他没开大、哦，我操！我没注意到，我以为他塔下一定会开大，这样子就等于我白送一个头啊。看，都是你那些，妈的！礼貌型玩家，那是他有礼貌、啊，我可不管他，我可不想管他。对面第二点引爆了，就是对面上路四个地雷。那第三点会不会引爆呢？等等也会引爆的。没有啦，其实也没什么雷不雷的，就这么回事啊。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，第一点引爆，第二点引爆，现在会引爆第三点，就是中路会被我杀爆。哎呦，好凶哦！操你的雷！可是，Come on, let's go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No fear. 这 AD， 我觉得对面的 AD 真的很弱。直接飞过眼呢、欸？李信可以直接这样飞过眼哦。好，一个空 Q。原来李信可以直接这样飞过眼哦，我都不知道、欸。我真的不知道、欸。我以为他飞着半空中啊，你还是被夹子夹到，又学到一点。In the flash。不过，大招特杀 ，Jabba 嘿 ，Jabba 嘿，第三点引爆了没？我跟你讲，剧情都如同我所预言的，都会一一引爆的。引爆啦！太神啦！One jump ahead of you.
won't catch me. Wanna see a train? 那现在就是小龙也吃了，三座塔都破了。 现在就，我对面，我们优势没有很大，所以入侵很危险。对面四只在中路。No fear. 哎呦，我的妈哟！ 哎呦，这鱼歪的很多啊！哦，下路，我们都是刺客型角色啊 ！Come on, let's go！ 已经被捉到了。Fuck！ 啊，没有大。要出什么？我看下对面的组合，猪女狗头人。 那还是出死猫吧，还是出死猫？我要看要不要先出金人呢、啊？不过通常我不会先出金，但这场也不用先出金。先出金人没有意义啊，躲奇雷斯的大招，靠阴就行了、啊，剩下的人的招式根本不用躲，没有什么立即伤害。有啦，猪女的冰块那个应该算。一个头换一个头，我们没亏也没赚，不过我们那个。 又被狗头人单击了一段时间，那也没办法啊。In effect。哈哈。硬要杀，我操！我刚没杀，说不定我们就白亏哦。说不定呢、啊，不过看起来好像不会。啊，一换一哪有差？你看我杀死对面的猪女，对面的脚，对面剩下的人根本就不想追击，过来杀我啊！ 你不要，你有在开玩笑啊？说明那个李信也会死啊！哎，我在笑哦，在笑哦。 你看我一出来吗？旁边那个雷欧娜跟那个猪女，又有人头可以捞了。猪女一个自杀。 痛哦！我操，这狗头人，好痛哦！哎，一个打三个，太猛了！哇，这
the fuck? Rampage. 哎，一个打三个还杀死一个，我都说这种 OP 角色你为什么不ban？一定要 ban 啊！这种 OP 角色比赛的时候啦，不稳团就算了。 太调皮啦 ！You are a naughty boy。 哎，你别说了，我刚刚那场其实我们抓到对面两个前排就算了，那鳄鱼谁啊？一个打三个，然后他妈的，真的是一打三才杀死一个。对面的每一点都开始引爆了。 给AD吃啊！这款游戏最，我认真的讲，这款游戏最重要，后期啊，最重要的还是 AD 啊。安妮想要直接上，帮帮忙哦，把对面当北齐。上路有李信，对抗到鳄鱼，不对抗到狗头，啊，中路就有我。 我 Let's go， 留那一个大空大，然后攻出去，没有空哦，但是有抓到，抓掉对面的，靠腰，靠腰没闪现到 ，fuck， 我看他撞歪的，我看他丢下闪现来不及，鳄鱼。 他妈的不给对面面子哎！脸上打哇操！你知道这鳄鱼就是不给面子，塔下也杀。哎喂，奥巴马没死哦！哎呦，奥巴马，奥巴马那边输出鳄鱼坦的塔，塔打的鳄鱼不会痛啊！鳄鱼好坦，鳄鱼坦到会滴血，奥巴马。 别说啦，鳄鱼提示我一个骑士没闪，但很先抓他。我是刺客角，一定先抓骑士。奥巴马，好猛！好，我们把对面破掉一路了以后，优势基本上已经来到我们这边。我们接下来下一站是关键的 B 8龙，那 B 8龙怎么 B 也是个艺术。不过在 B 8龙前，我们要先去领一下钱，要先去把口袋的钱领一下。 到了，瞅着 AD 蛮猛 ，No fear，No fear。They won't catch me。 杰士把我们 AD 轰了半条血，说李信从侧面踢过来了。
这个摔场啊！这个 double kill， 谢谢。